OK， 开始吃了。哎呦，分量蛮多，可是应该不是五谷的。分量蛮多的，没差啦。哎，很多呢。我们真的还没吃过。这接下来就是车站阿亮。不是五谷啊。它不是五谷。看我。都没有标价钱。就是要小心点。这样是过去，也是一条根贡肠。对，然后菜刀，对对，贡肠。嗯嗯嗯。然后它这个有点像那个，它这个有点像那个沙美，哪一家？这我不太喜欢。是这家。嗯。好。嗯。那个时候细细也不是很大颗。没有懂啊。总个这你有小骨头啊。肉质的话，看见。肉质普通而已。看花跟阿亮不干的。买买。买看阿亮那五谷，买好的。放肉部位比较好。可是也不难吃，这个不难吃，这没有像沙米那么夸张。沙米那边比较夸张，那个骨头。好、哦。整体而言分量可以啊，吃只要小心一点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应该很多了。那部位比较不好、啊。比较推荐就是三味阿亮了、啊。怎么黑黑的？那骨头啊，骨头。好了，我们要吃了，你们这边结束了，拜拜，再见。